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虎哥。我今天是来到蓝田上午啊，这边有黄桥公路，那我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这里就是上午的砍头村，这是砍头村后面的山坳，黄桥公路墓就在这边。那我把镜头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山下的停车场，在这个停车场边上有一口清澈的泉水，陵园就在这边啊。我们现在走上去看一下。怎么，老师？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牌坊。这个墓道进去非常长，我们沿着墓道一直走进来，这里的绿化非常漂亮。这个台阶上去就是古墓。我们现在是来到墓地这里，这座古墓在两山之间的一个凹槽里面。我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墓碑，这是古墓的正前方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前方有两个圆圆的山头，非常漂亮。我给大家航拍一下。我们先沿着正前方把镜头拉远，现在镜头已经拉远了，我左右旋转一下，大家仔细欣赏。我们现在飞回去，让大家仔细看一下后面的山峰。这就是后面的低矮之处，我把镜头拉高一点，让大家从空中俯瞰一下。现在给大家来一个从远到近的镜头，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仔细欣赏一下。我给大家旋转一下镜头，让大家近距离欣赏一下这座小山。我们现在回回去，让大家看一下前方和左右。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，我们把镜头由前方向左旋转，我们现在把镜头由前方向右旋转。这就是翘山公墓。我们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